磨净粉的五种常规操作。第一种，底色打好以后上分层照灯20秒，然后整甲涂磨净粉，扫去多余的浮粉，上分层照灯即可。第二种，底色打好以后整甲上分层20秒，然后用海绵棒在指尖的位置擦上磨净粉，用干净的那一头给它晕开，扫去浮粉，上分层即可。第三种，用磨净粉做法式边，我这里用的是辅助胶带，可以用微笑贴哦。底色上好以后上分层照灯20秒，然后用辅助胶带贴住两侧，直接上磨净粉，扫去浮粉，上分层照灯即可。第四种，海绵锉加甲面打磨成雾面无光点的状态，用免洗粘烫胶去描边，取磨净粉直接蹭在边缘上即可。第五种，我用的是透明的 OPP 袋，然后上面刷一点点营养油，用干化分层在上面刷开，形成自然的纹理，照灯20秒，然后刷上磨净粉，用镊子取下合适的大小贴到甲面上，这样就完成了。你学会了吗？